离婚需要什么手续？协议离婚需要男女双方自愿亲自到民政局办理登记。那么协议离婚需要什么手续？去办理离婚需要什么材料呢？办理离婚登记需提供如下证件：一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；二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三、双方离婚介绍信。离婚介绍信应由有单位的，由其在所单位人事部门出具。村民和个体劳动者、私营企业者、从业人员、事业人员等由其户口所在地村委会、居委会出具。四、双方各自的申请报告，申请报告内容包括各自陈述离婚意愿及原因。五、双方达成协议的协议书，是双方对子女抚养、财产分割、债权债务处理及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等做出的文字协议。六、双方的结婚证，如结婚证遗失需申请补办，夫妻关系证明书补办手续详见办理夫妻关系证明书须知。